心率调到最上面，心率心跳率放到第一个框框，下面我们设置第二个框框，第二个框框你要显示速度，那我们就显示电当前的速度，然后这样调好了过后直接退出去，退出去过后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跑步，跑步进去，然后户外模式，你看你要的心跳率和速度就在一个画面里面了。